们跟来接种疫苗的人交代的话，就交代当天不要洗澡，然后近14天内不要吃到容易引起过敏的像海鲜类的食物，不要喝浓茶咖啡，14天内不要喝酒啊。那么大批量的接种呢，可能才刚刚开始啊，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组织更加充裕的人员，所以每天这个在我们这个点每天完成3000人次的接种应该一点问题没有。